Yeah， 动不了的人情，花不了的回忆，大汉民国划船山主义经典。自从2003年开始，每年100万人参加的韩国最有名代表冬季庆典，每年1月只有23天的机会，要找到机会嘛，那么赶快过来。冰冻的划船和山砖，一个冰窟窿山村里冰钓，抓到的山菌你可以做烤或蒸或者做生鱼片，还有可以体验角饵钓鱼，空手抓山菌泥并做酒滑冰，冰上泡沫套装有乐趣乐园，欢迎划船山菌泥庆典。2018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地江原道平昌，韩国冬季的代表平昌，那儿还有许多体验活动，当菌泥咬住右耳上够时那种快感无法言喻，大家都过来韩国菌泥的故乡平昌菌泥节。冰窟窿上钓鱼，菌泥扑腾扑腾的火跳、yeah! 捕获的鲫鱼直接烹饪，全家人一起现场品尝，或者徒手抓鱼，滑雪桥等丰富多彩的体验。不要忘记每年冬季韩国平昌鲫鱼节。